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很久没来玩天边奇运了。哎，我们把这个盗贼打一打好了。哦，这款游戏快上市快一年了，能看一年了吗？一直还没破。没闪过，没闪过，太累了，老师，你可得看住，累啊，一点都累，打我，没闪过，打我，太痛，打，你们来点儿，不，太难了，不，打，有机可乘，不，死。好香啊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瞧你做这懒猪的，没闪过，不照命，有机可乘。好，小试身手。这张好像不太好用哎。好，我们去神机岛吧。这里，等一下，是要给他什么东西啊？对对对，这个。实在不懂女人家要如何。Go。少主，这儿的绳子容易绊脚，玉儿将它挪到那好了。那不能乱动啊。不好，是海盗。怎么遇到这么多事啊？门主夫人，没出血。OK， 真的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还是不知道，准备走好了。清空屋，这里有居民啊。来问啊！你说我背上怎么了？
马的背。鸡叫声，凡人怎能去？如非神，焉能往矣？奴非我，焉知我非神？我不和你说了。什么啊？东西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地图。大海龟。一个女生，应该讲出背上跟勺上，北门哦。我们先去房门收刮人家东西。哎，真的都是少。这里就几三四个啊，三四个讲到这些关键词。上不去，红色方布巾。好，我们就回去原本那个空房间。言以十月淫语得，十月淫语。又有人解出此题了。你遣我身，直上直下，取你所需，拆村内一物。你把那个东西的内脏拿来，我就告诉你门上提示。
足，最右侧的民房外，这个吗？我上你下我行，你坐我高你矮。哦，有答案，断愁，断愁莲花粥。三魂七魄找了两魂六魄，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类型。只想玩玩而已，没有娶她。
你想对我爱去做什么？那你还让我们解谜？神经病啊！简单。好感度最高。这又是哪？无人能解，超简单的好不好？那水牢都关不住他，其他机关也是完蛋。我认得这个人，臭老头，你还活着啊？多亏你能找着，头一死不易，不愧是我徒弟。却如白仙所说，师傅在神机门，不知师傅对制药人一事有何打算？杨兄，有人都叫我是你徒弟。既然你们认识，那就代表道门主并没有像外界传闻那样软禁自己的妻子，不然那臭老头肯定早把你的皮剥了，哪还有人逍遥？段兄弟，你就算不说，这小子也能自己找真相，不如你就说清楚吧。你想知道的话，就给我听好，我并没有软禁秋雪，是他把自己弄成这样的。但你嫁给自己不爱的人时，你就会希望自己宁可昏迷了。初雪嫁给我后，成天闷闷不乐。他的恋人慕容熙出事后，他就服药自尽。虽然后来被救活，他却变成这样昏迷不醒的模样。在服药自杀的，你说什么？你想想，段夫人号称药初雪，在江湖上以艳当闻名。要是他存心要死，这天下啊，还有谁能救活他？你是说他有可能是要假死？但为何要这样做？不错，想知道答案的话，把他唤醒，问他本人不就得了？哼，我试了8年的药，要是能医好他的话，早就唤醒了。
尚且魔女教不知道怎么样对付段宁州夫妇，但贸然进言恐怕会重蹈江风派的覆辙，也需要向师傅确认一些事。不如这样吧，如果是我能成功换取段夫人，那到时候你与段夫人就得听我的指示，那你就尽管试试吧。期限内若是没有结果，不管是不是梁仁浩的弟子，我都把你踢出神机门。至于要给你多少时间嘛，今日正巧是我每月外出采买之日，大约需要四个时辰左右，就以我外出这段时间为限啊。这么短，梁兄，我就看在面子上给这小子一次机会，不过要是出血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的脾气你是晓得的。段晚兄弟，我有那里失望过吗？希望你永远不会。出血的那样，王婆婆应该也出血在北方的药房，有问题去问他。另外汤药的事也可以询问神心门内的众人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告辞。臭小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要炼丹呢？我是不会啊，那你怎么把我唤醒断夫了？我只猜想啊，那没出血竟然有本事服药把自己弄昏迷，说不定有留线索给段灵州。亏你能想到这一层，怎么会是我徒弟？你少臭美，那你像我师父，都是沈娘，是沈娘把我养大的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沈娘被雀山一给。你沈娘怎么了？说清楚点。小朋友遇上雀苍鹰，他们追杀到小溪村来了，沈娘为了保护我，结果就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怎么能？怎么能如此狠心？那时候没离开村子就好了，师父。抱歉，先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然后呢？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？看起来没有。王婆婆，王婆婆，我才不想把他醒来。这个岛还真大。
先从这边绕过去，看我们先看外面有没有东西啦，等一下再回药房跟上房。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听不到。好，没东西，那我们快转吧。